Good. Ibi. Hello. Hello, 这里是娘的一逼。今天的这个妆容呢，就是娘娘的蝴蝶花仙子妆容。本期的这个整个妆容呢，都是用菲斯加芬他们家的金沙套刷给完成的，并且呢，他们家是动物毛混合纤维毛，两者的优点兼而有之。金属的刷柄，自己化妆的时候是一个小贵妇，你懂吗？这个刷柄我是真的喜欢。那么在这视频当中，我会抽六个赞，三套菲斯加芬眼部刷。三个100元现金红包，有趣的彩虹屁中奖率更高哟！你现在看的呢，就是我一个完全没有底妆的状态。我的这个烂脸的情况呢，已经修复的差不多了。现在剩下的都是一些痘印，大家有什么痘印方面的好的东西呢？就在弹幕里面告诉我一下。对，我就是这么懒。第一步，戴上美瞳。今天的美瞳呢是一个棕色系的，并且呢还有一个包唇的设计，这样的话就显得你的眼睛又可爱又有神。对，橘朵五色调色盘，调一下自己脸上的颜色。这个黑眼圈呢，就用这种咖啡色，再加上中间的三文鱼色去调和。痘痘呢，就用绿色的去抹一抹。接着呢，用到的是 Luster 这个 Lars。甭管您用什么样的遮瑕呢，咱们在上这个粉底之前，必须给它遮一层，因为这个绿色你不遮呀，你这个就脸冒绿光，你知道吧？哼。刚刚用这个 DW 给我卡粉卡到死，其实我现在脸上用的是这个茉莉行宠 YSL R44消死瓷霜粉底，这个妆效你看，对于我瑕疵皮来说我真的觉得很好了，它真的已经完全取代了 DW 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它现在就是我的真爱粉底，又持妆而且妆效又好，不卡粉。拿出一把专业的眉刷，左刷刷右刷刷，接下来呢拿出这个对黑毛患者毫无用处的爱丽小屋垃圾染眉膏，我后面的眉毛黑一块红一块都怪它，别怪我。在我烦躁总美自己，忽然发现了一个小 tips， 当你把眉毛皱起来的时候，你的染眉膏会刷得更加的均匀而又充分，并且呢还可以不接触到你下面的皮肤，不会破坏你的底妆哟。今天的眉毛和眼睛用到的呢就是这一盘，它是一个瑞典彩妆品牌，并且呢它整个的包装是那种磨砂的材质，色系是红色系、橘色系、粉色系吧，可能这个颜色我真的爱了。第三个这个藕粉色是我找了好久好久都没有找到，居然在这盘里有了，还有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三的亮片色都很可爱。那么现在呢，我们拿出一个扁头刷，混合小橘和小红来刷我们的眉毛。这个今天呀，咱们来画个韩式平眉。要点一，不要直直的，眉尾留出一定的弧度。要点二，不要细细的，不听我的话会怎么样呢？这样。眼影的部分呢，一把蓬松的晕染刷点击小粉，我一般呢是比较习惯翻着白眼随便的晕染一番即可。眼窝有没有全靠这双手，蘸取这个小橘，横向的勾画出眼窝，接着呢再用打圈的方式把它给晕开。一个尖尖头的眼影刷，蘸取红色眼影点在眼头，并且点在眼尾，眼尾的地方拉出去晕黄，某人就是要眼睛长长长。扁头刷点击红色下眼线，骚金属玫瑰色的眼影点在我们的眼尾和眼中，这样呢营造出一种性感朦胧之美。然后呢进一步进行一个晕染。致命的亮片色呢点在我们的眼中，制造出一种电眼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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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效果。卡其色彩天天断眉笔，微笑起来找到我们的恶蚕，找到我们的卧蚕，然后呢开始勾画起来。美宝莲零一号遮瑕，把卧蚕高大。像我一样卧蚕不太明显的小兄弟，一定要有这一步哟。睫毛老搭档，资生堂睫毛夹 ，Dolly Wink 难管，刷刷刷，贴上一个棕色的假睫毛，虽然还是有一点夸张，但是已经是我的日常款了。对 ，Kiss Me 不再劈叉眼线笔商场，这次呢画一个微挑的上眼线即可。那么下眼线呢，咱们用点点点的方式去给它弄出来，这样的话比较的仙女而又自然。新买的 NYX 白的掉渣眼线笔，轻轻的勾勒下眼睑，防大锁液于无形之中，一个 K1D 定妆喷雾，喷湿它。
用这个湿润的眼影霜呢，蘸取这两个亮片色，给它掺和在一起，勾在我们的卧蚕的地方，让它更大更大。找出一个淡粉色眼影，在脸上画出一个双引号，先打眼尾，再到面中画一个圆。这种双引号的打法呢，就是让你具有浓浓的少女感。口红呢，用到的是花西子，哑光而不干涩，润到你打滑。M401圣檀星，M103小红春，喜欢，好可爱啊，这个颜色。将这个圣檀星呢叠涂在小红春上面，非常好看的一个配色。怎么忍也忍不住要买的Fenty Beauty，点在上嘴唇嘟嘟的地方和下嘴唇中部，避免成为猪油嘴哦。Fenty Beauty 高光满上，讲到这里我真的很累了，大家随便看一看好不好？这就是整个的一个妆容，我觉得还是很可爱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搞个假发，换个衣服，待会见。Like a star, 내리는빛처럼반짝이는너를가지고싶어 get my mind. 엄지와검지만해도내마음을너무잘표현해부자안돼난是的，没错，这是本期的一个做作的造型全套了。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戴了一个暗红色的假发，我觉得整体的感觉还蛮好看的。之前呢其实我想买橘色的，但是毛毛姐的阴影太大了，就是任何人戴橘色都是毛毛姐。这个蝴蝶是我们在迈阿密的时候那个蝴蝶庄园随便送的一个塑料的蝴蝶。那么如果你也想成为一个蝴蝶仙子，或者你对这个视频很满意的话，请帮我多多投币，多多弹幕，多多打call，谢谢大家。